下平生愿，一叶扁舟恋波烟。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眼波涟。故人久未见，分时煮酒杯未满，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豪杰中皆化尘烟。夜幕的落子布局比想象的还要快，无论哪种情况的发生，你都是牺牲品。你说的他似乎已经处在左右为难，完全被动的情况。既然我处在天平的中间，那么是否恰恰是平衡左右的仲裁者？你好像不喜欢他这种乐观的态度。掌握真正的主动，比乐观的被动更有效。子方是说，折戟沉沙，成王败寇，只在一念之间。将军，是否开始下一步计划？将军，四公子到了。四公子深夜到访，有何贵干呢？天泽等百越余孽惊动圣驾，宫里传出消息，王上身体抱恙。哦，是吗？如此危难时刻，唯有请姬将军亲自坐镇王宫护驾。如此重任，姬某自然义不容辞。不过末将还担负着太子府警戒之责。太子府由九公子担当，如果营救不力，王上震怒，就算我这个四哥也救不了他。确实如此，王公乃重中之重，真的出了什么闪失，你我都担待不起啊。好你个韩女，居然算计起我来了，要拉我一起下水。四公子赤胆忠心，末将责无旁贷。小赌怡情，将军是偏好压大还是压小呢？四公子说笑了，一味压大或者小，怎么可能赢呢？确实，每一局都有风云莫测，压一种赌注很难成为赢家。
此。你要找的人，我们跟丢了，还损失了两名弟子。在你接受我开价的时候，就应该考虑到这些损失。我的损失早有考虑，倒是你的损失有办法弥补吗？你以为弄个把小虫子出来吓唬我，让他们乖乖吃你们喂的食物呢？我偏不要。你又是谁？我也觉得这里的厨师手艺不够高明，饭菜不合公主胃口了。你是把我抓来的怪人的手下吧？快点放我出去！哼，等我哥哥来扫平你们的时候，不杀你就是了。公主殿下，你九哥哥虽然机敏过人，足智多谋，而且也帅气俊秀，可惜了，并不是我们主人的对手，已经被打败，所以你也要乖乖听话。好笑，如果我哥哥已经败了，你们干嘛还要留着我的性命？怕我饿着？难道不是要用我来要挟我哥吗？你不笨吗？就算你哥哥聪明到能找到这里，你也要有足够的力气撑到那个时候，不是吗，公主殿下？别玩了，他还有用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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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你名号红莲，那又怎样？知道红莲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吗？当然是很美很名贵的花喽。火焰化作红莲，绽开在地狱深处，烧尽所有残存的灵魂。这是一种复仇之花。复仇之花？是不是还没看够就结束了？快来关注天行九歌官方微信，独家彩蛋、官方设定、精彩壁纸等独家福利一手掌握，还能提前看未装葛聂篇的精彩漫画剧情。我在天行九歌官方微信等你哦，请搜索天行九歌进行观看哦。秀发如烟，晕染了那一年，你的微笑间牵挂风和美，都捧不过庄严，恰逢是一少年，你檀香惊醒我的鼻尖，灯下断烟无眠，提笔落书卷，纸上你远去，唯有风光念。红叶拾起被谁偷去，香山残雪，花风染手白卷。你身后风吹一夜，关出见思
夜倦，声音让画风浓烈。斗篷拂过窗沿，恰逢失意少年，你檀香惊醒我的鼻尖。